最后入闸17倍，一马当先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6场3班1200的短途赛事，四号大热，劲非劲，王旗举起，随时起步噶啦。落飞马都好多匹啊，159，3只，一号当然啊最明显噶啦，得翻83蚊添。王旗舉起咗㗎，睇下邊只馬能夠把握到前段啦。照計星光大師都快啊，勁非勁。好，你開閘，星光大師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見到響佢入邊仲有勁非勁啦。大外檔萬馬奔騰粉紅衫大英雄啊！咁啊，入邊鑽石達人啦。咁啊，內欄米字黃黑格仔衫，仲有靚猴王啊！中檔咁啊，仲有呢只旅遊之者啦，出邊就係呢只幸運日啦，尾四內欄跳舞，尾三威風霸王，後邊兩隻勇創潮流同埋只一馬當先就藍衫噶。好啦，過800米嘅段處，萬馬奔騰放到出嚟跑啊，擠嚟咗一個身位，跟住第二位星光大師埋變灰馬就勁飛勁啊！咁啊，勁飛勁咧有啲勒鼻啊，因為萬馬奔騰收慢啊。第四位咧仲有大英雄內欄，第五黃黑格仔衫靚猴王啦，最出仲有幸運日，後啲嘅馬鑽石達人、內欄橙帽藍衫跳舞，喺出邊咧咁啊，仲有隻旅遊之者啦，後啲先有威風霸王啊，咁啊同埋一馬當先勇創潮流嗰啲馬入正直路，萬馬奔騰埋變星光大師要過佢啊個勢。再见到在入面有劲飞劲上紧，中间大英雄啊，再见到马林后面的马啦，仲有威风霸王啦，最出旅游智者亦都上紧嚟，最后百零米大英雄一路压住星光大师，见到中间威风霸王上入面仲有嚣舞，接近终点星光大师入面出面大英雄两只马好近啊，但系讲大只咧就大英雄大只嗰只星光大师好多噶，粉红衫。九号马是呢只大英雄，其实佢就步步压住黑衫呢只星光大师噶啦，睇下终点嗰步边只啄落去啦。第三入边嚣舞，出边威风霸王要影相，似乎巴道只大英雄高啲、哦。系啊，又系沈泽成巴道配啊。系啊，星光大师跑第二啦，第三应该有机会系埋边奇宝敦嘅嚣舞啊。系啊，第四先系史卓峰嘅威风霸王啊。哇，两只大件头嘅马喺前边一齐斗。结果最大件嗰只赢，好翻嚟即刻睇下头马张相啊！开边巴道压住苏兆辉嘅星光大师，临尾落飞得手。第三都系埋边嗰只啊，系占先嘅奇宝敦嘅嚣舞。其实翻到嚟就成堆马都一齐冲啊，好近嘅。系啊，好啦，翻到嚟就睇呢个暂定嘅排彩，跑第一名就系九个大英雄。排104.5咧，位置34蚊。第二名系六号马嘅星光大师，位置20蚊。第三咧就系七号马嘅嚣舞，位置26.5。连赢位六搭九排303.5。三红彩九号、六号、七号牌5961蚊，而单 T 679牌790蚊嘅位置 Q 啊，六搭九排113.5啊，七搭九排190.5，六搭七号牌64蚊。哇！今日沈立成两只冷门喎、啊、哇！成落去尾场嗰只咪唔得了。如果嗰隻都贏到嘅話，尾場又係呢班主嘅啦嚇。啊，嗰日星光大師呢一場馬，一陣巡邏影片都睇下。阿蘇兆輝係咪刻意唔要條欄？係咯，佢應該可以跟住一齊入咗去。係，佢可以入埋去噶，佢唔埋噶。一陣巡邏影片可以睇清楚啲。啊，冇好多家庭觀眾朋友投票都係投大英雄行頭嘅喎，即係覺得沈澤成同埋巴道啊組合呢一隻機會最高喎。組合獨贏三間，一個 A3 啊，其他冷門派25蚊。下一場。就跑劍進高飛啦！4.6/7/9/11就派2002蚊啊！又係呢對騎連組合喎嚇。係啊，我哋話時話嗰玉成寶貝都有喎嚇。係啊，就係咯。四重彩9/6/7/11順序派41,146蚊。睇下五档嘅星光大师啊！好啊，
其實起步就最快係佢嘅，一路騎啦呢度啊，係入邊就勁飛勁嘅，佢都帶甩咗只勁飛勁噶啦，阻咗添呢度，係咯，嗱係喎，係咯，呢度可以埋去㗎，係咯，佢唔係佢係好明顯個立身唔要條欄嘅喎，咁啊上家騎你埋咯。結果落飛好勁啊！呢只慢慢奔騰啊，防到頭翻嚟都唔多啦。咁啊，跟住靚猴王啦，鑽石達人出邊大英雄啦，帶我當只幸運日。跟住幸運日嗰啲就係三檔嘅旅遊智者喎，走出出邊嘅偉大。咁啊，另外威風霸王啦、驕舞啦、勇霸又勇創潮流，同埋啲一馬當先。好似驕舞啊，摔咗喺尾五嘅內欄位置，睇佢點樣捐啦。大英雄今日就冇漏閘喎嚇，咁啊試閘嗰時都慢得慢嘅。今日起步好慘，我都係大英雄。咁嗰啲大步咪一路散佢上嚟啦，大步鬥攬嘅啫，入邊啲馬都係。勁飛勁就唔自己放，真係冇嘢睇嘅喎。嗯。咪一人一步啦，四廿六秒八八唔算好快。威風霸王啊，蝕咗啲步速追上嚟都幾勁嘅，其實爭啲都係唔係我第三添。覆榜完畢。位置 Q 六搭九一百一十三個半啊，七搭九係一百九十個半，六搭七就派$64。組合對騎三揀一係 A 三啊，其他冷門派$25。四連環六七九十一啊，派$2002嘅。四重彩九六七十一派$41,146。孖宝头关九尾关又系九喎，中正派$1,114.5啊，头关九尾关六嘅安慰奖系派$82。三 T 咁啊，中正嘅朋友派$978,034啊，都好多朋友中喎，咁睇法。三天安慰獎呢派$1,766啫。分段23秒74、23秒14都係偏慢啲噶啦，每段23�秒7再慢，總時間1分10秒500萬個，標準時間3線8。